各位伙伴大家好，我是福州国中的老师哦。那其实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其实有买一些书来看嘛，然后去年底我参加科教馆里面罗华国中有办一个八个研习，所以我这学期我本来想用Clark 来上课哦，但是在上个月的时候，我就接触到那个医学老师开发 Transformer。我觉得很好，结束了，你今晚再来这边结束了，我来，所以觉得不是很好。那我这边就采不采用Transformer，那我也真正开始上课。那我刚刚，我其实我看到很多伙伴是社团的形式来跑，可是我自己是在我自己的班，第一个和报名在跑。哦，我们要用社团方式，因为社团方式我想，不管说这个地方再怎么便宜啊。一台一两千块变成三千块，到底有几个学生能够买得到？所以我自己采取的做法是，我是比较客观的，我是用那个面包板加阿杜诺板，然后我就让学生去插线。但是因为我是国中学生的哈，所以我觉得让他们去插线也是没有关系的。哦，那像在国小的话，也许他们就要用这个平衡波的老师会手科技的他们这种东西才比较安全。那普通部分，我觉得普通的装甲有些东西少掉都没有办法。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怎么可能不烧掉东西？对，那只是要烧掉是便宜的就好。那后面比较贵的部分，你再做一些想办法，看怎么样去做处理，或者再争取一些经费的部分。那我今天其实也是趁着节想要再来看一下艺术学院，把这课调开，就想说来这边走一走看看。那跟各位伙伴大家打个气，因为其实他有那个伙伴问我说：“哎，你到底教了几年？”就是在这一部分，其实我这学期才开始，这学期开始动。那也我一开始动的时候是什么？水果电池，就是带到普通教室，没有花水，是电脑教室里面。哎，我发现学生的反应是很好，他们觉得很有趣的。对，然后在过段时间在接的时候过程当中，哎。我顺便教他们一些自然里面一些串联地的东西，就是基本电学部分，我还是跟他们导入。那到后面这几周、这两周来开始再教他们一些物理跟什么样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东西让我看起来大多数的老师讲是，因为我的标准很低啦，二分之以上的同学 OK， 我觉得 OK。可是我真的在教的时候，我觉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同学都是 OK 的，因为以前我们再去碰电脑的时候。真的是很虚幻的感觉，就是在电脑上面，就是这样碰而已。玩游戏也是这样设计，就在游戏上面。可是他们碰到这个实体的东西，那带他去，他们键盘的灯会亮，你都看到那个学生的那个脸上出来的表情是不一样的。就是在虚拟跟现实之间，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有连结。而这连结，我觉得这个经验对学生来讲，以往他们感受不到。好，那我觉得其实看到那个还蛮感动的。说在，你对这些有没有东西反对我？以往我上课教的是什么？以前上课是很轻松的，真的。我让你跟东西来说就讲很容易嘛。可是我觉得要备课，我要备料，我要做一些有没有的东西的时候，老师他们有问题就要马上去解决它什么样子，真的比较累。可是学生的反应，那我觉得这是很真心。好，那跟各位分享一下，谢谢。